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史话》回首文革，我是李粟。文革一开始，毛泽东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权力巨大。而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从一个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司局级官员，直接窜升，成为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比肩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整个文革的十年过程中，江青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这个江青是一个有精神疾病的江青。在文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江青一直声称他有重病。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给江青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并没有发现江青有生理气质上的疾病，但是一致认为他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做了正式的报告。强迫观念也称为强迫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双重人格也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最新的精神病学上已经被归入林林总总的变态人格的大范畴，当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另外，在上个世纪50到60年代，江青一直被医生诊断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有着严重的失眠、恐惧、脾气暴躁等症状。这一病状在目下的国际精神病学中也已经被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它常常和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以及强迫症有关。简言之，江青的精神方面的疾病是医生诊断的，而且有过初步结论。另据江青的秘书杨荫禄回忆，他在1968年刚刚去江青处报道时，便被告知他有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病，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在众多的江青的传记和江青接触过的人的回忆录中，都对他得精神疾病的过程有所描述。稍作浏览还会发觉，都大体符合现代医学关于这种疾病发展的脉络。江青在中共建政以前，大概因为卫生条件的限制，得了子宫颈糜烂的妇女病。1955年被妇科专家检查出有癌变。李志绥回忆说，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青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疗，他才平静下来。几天后，江青便乘飞机往苏联。根据陪同江青去苏联的翻译描述，江青在苏联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一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但问题是，江青本人并不这么看。据他身边的医生观察，尽管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他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然而，江青的恐惧感恐怕绝非只是对癌症这样一种疾病的恐惧，更是对由此而引发的对他和毛泽东婚变的恐惧。因为上述的妇女病，江青大约和毛泽东在1955到1956年间开始便没有了夫妻间的性生活。毛泽东虽然没有和江青离婚，但不停地在外面找年轻的女人，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刻感到有失去他第一夫人地位的恐惧。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他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
刚开始，毛为了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也没有那么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他自己的护士许多次。他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但又无可奈何。他又不敢公然表示他的怒意，怕毛不要他。对于江青的病源，毛泽东其实心里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御医李志绥开诚布公地说过，江青就是怕我不要他了，我同他讲不会的，可他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不管毛泽东对婚姻的不忠是否是江青的病源，江青在文革前便有不轻的精神疾病，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来颇具讽刺意味，1958年那群医生诊断江青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时，开出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建议江多参加文娱活动。因为58年那些医生觉得江青有强迫症嘛，江青有多重人格，我们今天就是偏执性的病态人格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说建议他去搞搞文艺呢，散散心。哎，毛泽东真的采取了他们的建议，让他去管文艺了。结果你看，他在文艺界搞出来的，那么文化大革命这个当中的两个最主要的理论文件，一个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啊，第二个就是516通知，还有一篇文章，那就是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这个三篇东西都是江青去管文艺搞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些医生当时是好心了，就说哎，让江青同志去搞搞文艺啊，散散心啊。不至于让他这样常常歇斯底里发作啊，结果呢，反而是绝对的权力，使得他的精神疾病怎么样到达顶峰，成了他绝对的权力，促成了他原来的那种赌气心态、泼妇的表现，而且严重的打击报复政治幻想，结果啊，江青就成了怎么样，成了一个迫害狂了。所以应当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给了他这个绝对的权力啊，是造成了他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迫害狂这样一个后果。据李志绥回忆，江青参与政治后，他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也好过多了，他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他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李医生又补充道，江青对和他有裂隙的人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他报复的机会。事实上，政治野心的满足可能一时减轻一些江青的心理疾病的症状，但绝不可能根治他们。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杨荫禄的证言表明，这些症状还都是存在的，而因为江青在文革中口含天线，权倾一时，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那就是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政治运动中大肆报复。江青确实是带着他的精神疾病进入文革岁月的，但是他患的毕竟不是完全丧失自主意识和语言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那些心理病患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他的政治活动，但毕竟还没有到主导他全部意识和人格的程度。1966年7月26号晚间9点多，江青、陈伯达、康生带着中央文革全套人马在北大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江青在大会上突然讲了一件毛泽东家庭里的
亲属间的矛盾，并把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据当时红卫兵传单中的简要记录，江青是这样愤怒地声讨了毛泽东的第二个儿媳邵华。这个邵华呢，当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和邵华的母亲及毛泽东的亲家母张文秋。他讲了一些什么内容使人觉得大吃一惊呢？第一个，在这次讲话中间啊，他竟然讲到了建国以后不久他和毛泽东分居。你讲这个都是非常私人的东西。第二个呢，他突然大骂两个人，哪两个人呢？第一个是毛泽东的儿媳邵华，也就是嫁给毛泽东的二儿子毛岸青啊，有神经病的那个。第二个呢，他大骂这个讲起来也是他的亲家母，就是张文秋女士，也是一个老革命。然后呢，竟然把张文秋呢说成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是怎么引起的呢？根据后来的调查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江青嫁给毛泽东以后啊，他一直想怎么想肃清这个杨开慧势力。所谓杨开慧势力，当然主要是毛泽东两个儿子了，一个嘛这个毛岸英，那不用他肃清嘛，朝鲜战争死掉了，剩下一个毛岸青嘛，大家都知道是有精神病。那么这个毛岸青在苏联治疗期间呢，这个曾经有一个俄国的护士，女护士对他有好感。那么江青也极力促成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如果说他在苏联结了婚，毛岸青不就住到苏联去了，他眼不见为净。结果呢，是邵华和毛岸青结了婚，而且呢，这个邵华的母亲张文秋女士啊，也就成为他们的亲家母，也就进入了毛泽东那个圈里面去了。江青在大会上说，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结了婚，就是指跟毛岸英结了婚。还有人回忆说，江青在扩音器旁哭诉起来，特务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气愤，我要控诉。江青手舞足蹈起来，喊：“同学们、小将们，你们看看张成先的干部路线。”这个张成先呢，当时是北大工作组组长，也是北大代理党委书记。这江青就说，他就是推行叛徒特务路线，在张成先的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叫张少华的女的，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张少华说，他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媳妇儿，我们根本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同学们啊，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江青在这个万人大会上的表现呢，不仅大失他作为中央首长的人格和第一夫人的身份，还表现为一种泼妇式的歇斯底里。然而呢，歇斯底里症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无法控制的情感发泄，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外显。江青的猜疑和偏执表现出种种偏执型人格的特征。江青所说的那件家事，邵华就是张邵华和毛泽东第二个患精神病的儿子毛岸青的婚事，是得到亲生父亲毛泽东亲自批准和支持的。毛岸青也不过是江青的继子而已，但是江青因为对这桩婚事不满，便猜疑成一种至少邵华母女是想在毛泽东家里和他争权夺利的阴谋，就是他所说的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还要把邵华的母亲张文秋说成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其次呢，
江青把他和毛泽东的家事搞到万人大会上来上纲上线，可见他的心胸狭隘、报复心强和容易攻击冲动。应当补充的是，江青的这种歇斯底里的冲动在文革中屡次发生，而且越来越具有攻击性。有时候江青的攻击性竟发展到在公众场合使用暴力的程度。以下呢是几幕鲜活的历史记录。其一，因为宋庆龄是民国的以娴静、雍容、温文尔雅闻名的第一夫人，一直为江青妒忌。加上文革初，宋庆龄呢又对江青的一些做法颇有微词，江青便多次在公众场合把宋庆龄选集扔到地板上，并像发了疯一样似的用双脚踩踏，还咬牙切齿的咒骂。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谈过这类事情，他说有一次江青走进我的办公室里，到我的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呢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简直就像发神经。其二，1966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青因为他的揪出贺龙提议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采纳而放声大哭，陈伯达因和他不和便用嘲讽的口吻劝了一句，不料江青腾地站起，直对陈伯达破口大骂，你是什么东西，你还配穿军装吗？说着江青什么体面影响都不顾了，扑了上去，一把揪住陈伯达的衣服这个领子用力一拽，只听扑哧一声，把陈伯达的这个领章给揪了下来。其三，因为江青多次撞见毛泽东和他的年轻女友的大被同眠而醋罐打翻，毛泽东呢便在1969年到1970年左右呢下令警卫部队未经他批准不允许江青到他的住处。有一次呢，江青被警卫人员阻拦，便手提木棍要动手打人。其次，江青和毛泽东分居后呢，老是要干涉毛泽东的起居饮食，均遭到毛泽东的严词拒绝。一次，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慈来传达毛泽东不允许他干涉毛泽东饮食的指示，当场被他气急败坏的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扬长而去。张耀慈呢，抚摸着疼痛不已的腿，真是哭笑不得。其五，1976年9月18日，江青竟和毛泽东的表侄女王海荣一言不合，就在毛泽东的追悼会上大打出手。江青的这种无端猜疑和疯狂报复的变态人格，在打倒刘少奇和把他的夫人王光美诬陷为美国战略特务的专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骗子。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的是，从历史问题上入手调查并拼凑打倒刘少奇的材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江青的创造发明。在公正的历史研究中，江青完全没有必要为毛泽东承担任何他的罪孽和过错。这里必须反对用批老婆来为皇帝戴罪的女人祸水的传统偏见。然而江青在这一文革最大的冤案中确实又有他个人的创造和发明。
所谓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毛泽东在1967年批准成立，由周恩来亲自任组长的。当时主要负责具体操作的是公安部长谢富治。表面上看，江青和他的关系并不大。然而，谢富治在1968年8月26日的一个批示中，却泄露了天机。他写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在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首先报告江青同志。”被告人江青，现在本庭就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江青自己在中国大陆对所谓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庭审中也承认，他插手这一专案工作是受了委托，当然是来自毛泽东的委托。然而对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审查，并把他打成美国战略特务，便基本上出自于江青的首创。其实这一罪名的极度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据专案组称，王光美成为美国特务是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前后，届时呢，王光美只有24岁，并没有和任何美国政府人士有过接触。他被中共北平地下党介绍去当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英文翻译，是1946年2到3月的事，而此时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在一年前解散了。但当时在江青的亲自批准下，专案组逮捕了原辅仁大学的代理秘书长、后任河北师院外语系教授的张崇一和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杨承佐。江青要他们承认发展了王光美成为美国的战略特务，而其中张崇一根本和王光美连话都没说过。张杨两位浑身是病的老人都死于王光美专案组的疯狂刑讯逼供之下。专案组的初步结论说，从调查和审讯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王光美是战略情报局的一个特务。而江青对这个已经属于荒谬的结论还大不满意，打了一个大叉，批道：“搞得不好，退王专案组。”于是结论又升级成了，根据现有材料证明，王光美不仅是美国特务，还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了。江青为什么要对王光美落井下石，下这么狠的手呢？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谈。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Yeah.